中国人的一个传统节日，它的核心意义是孝顺和感恩。因为这两个词令清明节跟佛教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中国人重孝道，慎终追远，与佛法相应。佛陀在三生经中提到，为人子女的义务是时常做功德回向给已故的父母，因此大家都会在清明节追思已故的祖先。孝顺源于感恩，古人都会教导后代子孙勿忘亲人和祖先的养育之恩，因为这份感恩的心故我们孝顺在世的父母和长辈追思往生的历代祖先。明祖宗孙在祖孙祖恒子一念发不离心，念不离心相知不断，扬远有些凡僧大僧同家佛祖同家世色，临终跟祖会亲近祖愿成就等祖父亲，同祖会愿留到此生皆是随从满菩提。
Thank you.